请你来就跟你谈那个事情了。今天选举搞，大家都看你个东西啊。我们看到最近最热的名词叫国家机器啊，打压，国家机器打压。来，我们听一下。记下来，那龙总，我们就记下来。蔡英文总统，你的老板，在一届挺他，我没话讲，挺谁都没关系，挺他可以。点名嘞，龙总是阿拉无来，点名做记号啊。龙总是阿拉无来，请问部长，哎，请问院长，你的做事，你的替立委，还是替总统做事，这种政务官应该我们尊重。你干嘛去讲？哎，哪一个单位没有来啊？你还在讲吗？请问你。啊，委员，咱讲话吼，听话爱看迄个时空啦，啊，上下文啦。你甲看迄几个场，蔡总统是在下面讲算开玩笑，在甲轻松诶。哎，你看好。总统君如戏言呐、啊，你讲安尼啊？君如戏言，妈呢？原本好，那我们再看另外一句话，你再看一下，来来来，看第二个了，看第二个了。领导武汉，创造呢？领导武汉。这个人你别老，这个人你别老，哈、啊，这个人你别老，这个是不是你？哎嘛是讲笑的，不是，我唔是讲笑。那你听唔到啦，你听唔到。不，你再讲，你再播一次。创造呢？领导武汉。创造呢？苏贞昌院长说，蔡总统领导武汉啊。蔡总统领导武汉，你讲的嘞，唔是我讲的嘞。虽然恁两个写信写我，是你讲的嘞，不是恁什么讲的嘞。好啦，你要讲是回应一下无？你是口误，我你看，我对你话好讲，好你在这里解释一下，为什么讲这个话？你看我对你有够真。啊，对领导五方。领导五方哦。五方。五方。有啦。哈？台语你听无？我台语也听无。大概人下边拢五方啦，有没有的？没有啦，有你边个有？我你拗那么紧啊拗嘞？领导有方。现场拍破啊拍架，你拢唔知道、哦就是？你一讲啊，我那得，现场拢赞成啦。哎，现场好，啊你讲啊，你来，我们再看另外一张来。这是前院长啊，你也都对了哦。我们不可以用国家机器，在这一场初选里面去进行干预啊。对，啊，因为我们不可以用国家机器，啊，因为赖院长前院长说不可以用国家机器。我要强调的就是，蔡英文总统为了政权保卫，在初选的时候不惜用国家的机器打压赖清德，结果赖清德现在被逼婚了，被逼着被送坐堆了，你该拖去上花轿，好真可怜了。讲起来，啊，我替你有一点不舍了哈。虽然讲你讲没上啦，但是我觉得你跟蔡赖佩。蔡淑佩比蔡赖佩好了，我是讲，好啊，爱做代志的人，那边当做代志的，我没有兴趣，啊，没有兴趣。如果不能做事情的位置，我没有兴趣。好，赖清德听了哦，苏贞昌院长跟你吐槽，那个不能做事情，哎、欸，你莫去，啊，是安尼啦，时间搞我懂，哦，你的话筒。